诗歌舞，诗歌舞，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，那个民智未开的时代，在卡比罗维国诞生一位救护世间的角色，伊就是太子悉达多。悉达多悟道成佛后，开始以深深微妙的神法来度化众生，在灵鹫山初转法轮，以经王妙法莲华经开启佛的智慧大门，引导众生航行浩瀚法海中。佛陀说法度众49年，在涅槃圆寂前不忘叮咛弟子，佛灭度之后要以戒为师，严持奉行如来教法。佛陀前世曾经历过100亿次的轮回，幻化成有情无情众生，因应众生因缘，随分随时随处演说佛法。佛陀教化众生无数，足以堪称为世间的生命导师。正法永住，如来法身不灭。欢迎收看《释迦佛外传》。三界无安，犹如火灾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常有生老病死忧患，如是等火炽然不息。法华经里将娑婆世界譬喻为三界火灾，众生乐着嬉戏，不觉不知，不惊不怖，火来逼身，苦痛切己，心不厌患，无求出意。三界犹如火灾，我们却在火灾中沉溺享乐，不知生死逼迫，不知情求出离，以苦为乐，以无常为常，甚至认为人生应该及时行乐，最终腐蚀心智，无法跳脱轮回之苦。悉达多太子正是领悟到三界无安，犹如火灾，于是趁妻儿熟睡时离开王宫，追寻真理。正所谓流转三界中，恩爱不能脱，弃恩入无为，真实报恩者。众生所以往返六道轮回三界，是长朽恩爱缠缚，是故生生死死无有出奇。世人常迷，处处贪着，难以信解究竟离苦的智慧，所以世尊以无尽方便平等度脱一切众生。悉达多太子为五塔上起身，正中之后走出钦殿，来到马房叫请马夫，并对着伊说：“我现在要出宫，请帮我准备马车。”马夫细眼成肿，并捋捋目睭后说：“太子，这恁阿妈为何要出宫？难道有什么急事吗？”太子说：“无啦。”我现在就爱出宫，那是等到天光的话，我就惊不了了。马夫惊吓地说：“难道太子你真正要出家？”太子暗示马夫较细声一点啊，才袂去惊动到其他人。太子点点头说：“我必须趁这个时候离开，去追求我爱的真理。我的马。”以后就请你多多照顾伊了。你先备好马车，我骑一个啊就来。马夫问说：“太子，你要准备细软无？敢有需要小的去帮你备办？”太子回答说：“既然要出家，身上带着包袱也是累赘，我看就唔免啦。我是想要见妻儿最后一面。”马夫不解地问：“太子仍然心系妻儿，那就唔通出家啊？在家修行唔也是可以的吗？”太子解释说：“迄意义无同款，一时之间真难讲会清楚。
你帮我比车就对了。太子转身之后，便轻轻移动脚步来到寝殿。进入寝殿后，厨婆行到床前，看到囝儿罗小罗正困甲长落眠，便露出微笑，接着将目光移到车主的面前，脑海内闪出细情对车主所讲的话：我若是幸福的话，一定回来度你幸福。太子斟酌端详阿斯多罗的面容，就连在困梦中，拢依旧是那样的不安，心内萌生起一阵愧疚之意。于是踏不出寝殿一步。这时，心内有另一种声音正在催促着，搁唔离开的话，就真正来不赴啊！太子作想斟一个车主的面。但是担心惊醒伊，因此就作罢了。顿时之间，悉达多太子领悟到爱别离时候的痛苦，一边是亲情，一边是众生，实在是真难取舍。悉达多最后选择了众生，体解到必须爱化小爱为大爱，自己那是未当解脱的话。又如何教化众生得到解脱呢？自度度人，而后利己利人，这是由小转大的修行次第。佛陀悟道后演说一乘法，将自己的修行经验分享给一切众生，这正是佛教自利利他的核心价值。佛性平等不二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虽累劫为众苦所烧，但尽生死而时不灭，金属应作为佛智慧。正念心不随无常境界起落生灭，不离三界，不住三界，能够顿悟自心，直了成佛。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从火灾中逃离，因为即便三界无安犹如火灾，但只要我们的心不被贪嗔痴等烦恼所困，那么无论处在任何境界，都像在佛国净土中。佛法如甘露，独立得清凉，一心应善听，令灭诸烦恼。请好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扩界基金会。悉达多太子行出寝殿，马夫已经将马车准备好，在等候着伊。马夫对太子说：“我先祝太子早日修行佛道。”太子说：“一旦成佛后，我会回来度化你。”马夫笑笑说：“太子，小的资质努顿，一世人只会照顾马。”其他的全部拢未晓，这样的人根本成不了佛。悉达多太子说：“千万卖小看家己。”马夫摇摇头，笑笑地说：“但愿如此。”太子，等话卖加讲啊，紧上车吧。太子登上马车后，头也无回，便吩咐马夫出宫前爱细声，但出了宫门，来到城外时，却急速前进。马夫遵照太子的指示，担心去惊动着大王。于是马夫用马鞭轻轻地在马腹肚点一下，马匹就用缓慢而且轻盈的脚步移动。当马车来到宫门口时，守卫进行搬查，便问马夫说：“家人阿妈，要驾马车去倒位？”马夫回答说：“要去河边洗马，要有清洗马车。”守卫又问：“车上载着什么物件？”马夫回说：“就一挂清洗工具，也有马吃的牛草。”守卫不疑有他，便放行和马车出宫。太子虽然顺利出宫，但是要出城门，要有一道关卡。
那是惊动了百姓甲守城的士兵，太子出宫的消息就会传到大王的耳孔来，所以也是小心为妙。在太子小心实施的交付之下，马车便顺利离开城门。这时马夫率着马鞭暗示马车紧走，往城郊方向直奔离去。十万世界一天人因拢在一旁守护着，只要太子的元心不变，一切难关拢能平安顺利通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魔王要来阻挠太子继续前进，伊用幻术呈现出车离啼哭的模样，频频哀求着伊未使成为一名抛弃车离的不孝丈夫与父亲。这一幕消失之后，接下来是父王哀痛的景象，一副被气到倒在床上破胆病的模样。魔王完全采用亲情攻势，想要借由亲情的呼唤，劝太子先改良马，及时回头。太子看到这一幕，嘱咐马夫再加快马的速度，企图要抛离眼前的所有幻想。魔王知影用亲情攻势无效，便改以权力地位来吸引太子回头。魔王对太子说：“悉达多，未来有大好江山，权力极权的王位在等着你继承，你怎能抛弃王位呢？”悉达多回应说：“我不爱王位，我的心内只有众生。”悉达多太子要求马夫再加快脚步，马夫却表示如果再加快速度，马车很可能会翻覆。魔王发现亲情和权力无法换回太子，于是决心将悉达多太子捉回王宫。然而太子求道的心丝毫没有动摇，赤天王与众多护法龙天皆披铠甲从四方而来。修道行人只要能够将心安放在道上，自然有龙天护法前来护持。在经典中，佛陀向诸菩萨比丘说法时，时常有天王八部参与闻法。天王八部是佛教的护法，他们护的是法而不是人，所以不论尊卑贵贱，只要能够精进行道，如法修持，不仅能得诸佛菩萨的护佑，也会感得护法龙天的护持。情与邪之间拔河，不一定是邪不性情，你是邪人的力量大，就由于处得胜利。魔王之所以会用亲情来捆绑悉达多，是利用伊的弱点。毕竟当时的悉达多太子也只是一个凡夫，也是有着七情六欲，就以伊迄般依依不舍，又带着亏欠的态度来看，都好是魔王下手的要害。至于权力欲望，在悉达多太子的心内根本不曾起过任何作用，因为伊的这辈小弟提婆达多也想争取未来的王位。有鉴于此，悉达多太子自始至终拢无想更入这场王位之争，歹就歹在提婆达多屡次挑战悉达多，拢成为悉达多的手下败将。自然就以王位继承无缘了。悉达多太子即使无出家，也可以做一名专轮圣王。马夫这样问着太子，太子回答说：“真理未能找到，专轮圣王又有何用？”马夫说：“城内遐尼济出家人，难道拢袂当找到你要爱的真理吗？”太子，你常常挂在嘴边的真理又是什么呢？太子说：“我知影生、老、病、死是人一生痛苦的来源，
但是无人甲我讲要如何解脱啊。妹夫说：“人若死，唔就是解脱了吗？”太子反问妹夫说：“那你会当甲我讲，人死后会去倒位吗？”妹夫笑笑说：“伊太子的住址拢唔知影，离我遐尼愚钝的人，怎样会明白呢？”太子说：“就是未明白，才爱去找找答案啦。”两人讲着讲着，便得要天光啊。妹夫对太子说：“太子，我该回宫啊，你家己多保重。”太子问说：“你一回去宫内，那是有人向你问起我的行踪，你会安怎讲？”妹夫说：“就讲唔知影。”太子摇摇头说：“未使，你若是讲唔知影，将会受到严刑拷打，你就直说吧，我未怪你。”妹夫说：“太子，我未使出卖你，你从来无将我当作是下人，平常对我遐尼好，害我那兄弟同款，我宁愿被处罚，也未当讲出你的下落。”太子说：“就算你当时无讲出实话，日子一久，父王也会当摇出来。既然结果拢是同款，为何唔一开始就选择讲实话，也兼爱我皮肉之疼？”印度的阶级制度从古至今都难以打破。然而佛性平等不二，众生之所以有种种差别，是过去所造善恶业不同。或许我们一时无法改变眼前的困境，但透过心地上的用功，身行善行，口说善言，意起善念，也能转危为安，令自己的人生从黑暗到光明。出城之后，悉达多太子担心马夫车密回到王宫会受到处罚，便交代他要说实话。太子脱下宝衣，嘱咐车密带着宝衣和白马回去，转禀父王及姨母：“我誓愿成就正觉。”晋范王看见车密带着宝衣及白马归来，却不见太子身影，相当悲痛。车密对大王据实以告，果然没有受到惩罚。晋范王派遣上百名士兵去寻找悉达多太子。晋文王心急如焚地找出悉达多太子的下落。相对的，在天界的天人因正在欢欢喜喜的庆祝，终于打败魔王，为魔王的手中救回悉达多太子，也就是继莲灯佛之后的弥勒佛。这时天人因在天界点燃起68000的火炬，将天空照得明亮又通红，让万载100000世界的天人因看到这光亮的火炬时，也纷纷地跟着点燃起来，就连天界的边缘拢被照亮了。天人因开始聚集起来，飞龙与金翅鸟也为100000游船的天边飞了过来。天女因手内捧着花环、檀香、焚香而来，另外乐仙也带着乐器，为四面八方演奏着音乐。音响的声音不仅是震动着天界，就连海上也被音响震动而掀起阵阵的波涛。悉达多出离王宫后，一连穿过三个国家，来到了阿诺摩河的河畔。这搭已经距离王宫相当遥远，晋文王要找到这个所在，应该是相当困难。太子抬头一看，这搭简直是世外桃源，犹如天境一般。天人、飞龙、金翅鸟比太子早来一步，已经将整个河畔装点甲美轮美奂。太子顺着这搭的美景，意外发现了妹夫也在现场。太子相当惊讶地说：“妹夫，无朋友，我已经不是太子的身份，不应该称你为妹夫，
应该叫你一声朋友接到。朋友，这是什么所在？你为什么会伫即搭？马夫说：“我一回宫之后，就如太子所说，大王马上向我询问你的下落。”我开口直言说：“太子已离开王宫出家去啊！”大王听了之后，一面落寞，不发一语，黯然地回到寝殿中。离我就骑着太子的宝马，一路就来到了此地。这搭是阿罗摩河畔，或许是宝马跟着与太子有心电感应，知影太子会到这个所在来，所以也就带我来到这搭。太子对马夫说：“朋友，我想要当这搭出家，离你就骑着我的宝马跟着。”回去宫中吧。马夫之所以会离开王宫，是因为伊也想要追随太子出家。在宫中，马夫负责养饲太子的宝马跟着，并且无微不至的照顾着，也训练家会听有人话。悉达多太子发愿求道，誓言若不了生死，终不还宫。车逆生来便侍奉太子，不离左右。听到太子的誓言，大受震动。他先跪求太子不要出家，然而太子坚定修行的誓愿。于是车逆希望能够追随太子，愿皈依太子足下。但车逆的出家因缘未到，所以当时悉达多太子拒绝他的要求，要车逆先回王宫。所谓佛度有缘人。世尊三期修福慧，百劫修相好，于娑婆世间示现八相成道，彰显出家修行由凡转圣的次第，为所有学佛众生慈悲示现修行人如何于因地中坚持道法，以身教言教成就无量众生的出世圣缘。感谢您的收看《释迦佛外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